都给我看好了，这就是干惹我们的下场。是，姐。货怎么样了？您放心，我们都搬好了。走了，去拿另一半货。 屋子里面什么情况？不知道，很安静。那直接抓人，走。该死，被他们抢先一步。是三郎君子。和杀死白一凡的是同一人，多半又是金奇干的。应该是他，尸体还有温度，伤口的血液还没有干。 死亡时间不会超过半小时。他就是金奇，守住这儿，追！是。走。哎呀，都怪你，这下好了吧？他现在过去，花花菜都凉了。姑奶奶，我也不想这样啊！这破车关键时候抛锚，我能怎么办？喂，安顿，陈亮，你车修好了没有？修好了，刚上路，马上就到。 你们马上在路上拦截一辆深绿色越野车，车牌号是江A 7979。不用了，我看见了，方才给你定位。好。追上来了！慌什么？游戏才刚刚开始。 神经秒算，这下子够他们喝一壶的。少拍马屁，让公司换了新车了，在前面和我换车。是。安队，赵队，师傅，快，让一下。 安队，安队，那辆车，你放心，我们已经发出公告了，全市都在通缉那辆车，跑不了，你放心。一定要找到那辆车，那个女人就是金杰，抓住她，她就在那辆车上。好。
你放心吧，你一会儿休息啊。喂，我在这儿，你过来吧。 金姐，把这个车处理掉，用不了了。好。齐天，吴俊，怎么都不在家？ 跑哪儿去了？都不和我说一声。阴暗吧？怎么样？不错。哪儿弄的？这你就不用管了。哎，谁？这电话没静音啊？对不起，阿哥，走太久忘了。 是我，你爷爷。是你啊？你们认识啊？当然认识了，前朝太子嘛。啥意思？意思是我是他债主，他欠了我一大笔钱。峰哥，你不是家大业大吗？你还欠人家钱？而且还不少呢。 总之，够他一辈子逍遥法外了。少给我废话！你们两个听见什么了？哼，该听的、不该听的，全都让我给听见了。而且为了方便复习，我还专门给录下来了。我看你活腻歪了是不是？哎哎哎，两位兄弟，你们之间的那些恩怨与我无关，我也不想管。咱们都是道上的，是吧？ 道上的规矩咱都懂，疯狗要买我这批货，肯定能值大价钱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先把货卖给疯狗，你们之间的债务问题，你们自己解决，这样不就行了吗？是吧？确实是个好主意。不过，就算我同意了，你们会相信吗？就没得谈了。 让我死！走！喂，秦姐姐，我们到了，但船上好像还有其他人，控制住出口，等我过来，一个不留。是，拿着。怎么还有枪啊你？ 我也捡藏的，不动点验货，我敢出货吗？我，你不怕开枪把警察给招来呀？你在这儿躲着，我去你跟他们。哎，别！先担心你们自己吧，我来之前已经报警了。还报警？我弄死你！你去那边。啊！哎，是。 我看见你了啊！出来！别动！行啊，轮到你救我一次了。我是你兄弟，又不是你拖油瓶。哎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些东西。 这些东西拿走！你疯了吧你！把他带走，你想贩毒还是想藏毒啊？直接把他倒江里，反正让万延斌拿不着货不就行了？哥，
你能不能大胆一点？在道上混，人有多大胆，财有多大产。做大事的人要不拘小节，贩毒就是做大事儿，你别逗我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要么就把这些货交给警察，要么马上倒江里，别趟这浑水。不可能。郑姐姐，情况怎么样？消停了，但咱们都自由快，刚才他们开了枪，可能会把警察招来。行动，是。 你知道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吗？就算它价值连城，这东西也是毒品，只要你沾上了，你这辈子都脱不了身了。这货是万延斌的，他要知道在你这儿，他能放过你吗？还有啊。 冯葛侯、周鑫怎么办？你想杀人灭口吗？可是，没什么可是。不问自取就是偷，这批货的主人是我，你们是给我货呢，还是我自己来呢？货留给你们，放我们走。今晚的事儿就当没发生过，怎么样？幼稚，你觉得可能吗？ 你们谁啊？走！追！姐，不好了，警察来了！这么快，走！哎，郑姐姐，那咱们那批货怎么办？废话，尽量带走，走。